嗨，我是谢白。我们家有些猫呢，每次在我吃东西的时候就特别烦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想到了一个妙招。假如我在它们面前吃空气，这些猫猫会不会上当呢？我们现在来试一下。开饭了，开饭啦！看看今天什么菜，好奇吗？喽！哇，好丰盛呀！怎么都走了？你闻闻，这道是糖醋排骨，你闻闻嘛，你看这么大的排骨。接下来来个虾呢。好大的虾，吃呀，怎么不吃啊？那来个虾，来个虾呢？我要大虾，最大。只有聪明的猫猫才能看到这些食物，你是不是太笨了，所以没看到啊？啊？吃薯片，吃虾，要吃薯片吗？薯片要吃啊，给你拆开好不好？那吃吃蛋，等一下，鸡蛋你看，好大一颗蛋呀，好大一颗蛋呀，吃点，是蛋嘛，对吧？吃一个，这样，来，蛋壳也很好吃的啦，来来吃嘛！哇，这小啃，猪哥，不要啃我的产品啊！你啃坏了我卖什么？给你喂饭吃好不好？不要啃了，不要啃了，不要啃了！我不耍你了，不耍你了！哎呦，差点啃坏。开饭了，来来来，谁要吃？来吃。菊娜，我给你喂饭吃嘞，给你一粒，吃吗？吃嘛，啊，都喂到嘴边了，吃呀，吃，塞进去了，再塞一粒，塞进去了，好好好，真乖真乖，吃了好几粒啊，真乖。现在吃饱了吗？那再给谁下一粒？那再给谁下一粒？蠢猫！那谁下呢？再给你一粒。好吃吗？现在吃那么多粒够了啊！你是我们家今天猫里面吃最多的啦，够了啊！经过我们刚刚的测试，可以看出猪类的猫脑子果然不大好啊，像我们饺子和橘子就不会上当嘛。你们家的猫猫会不会在吃饭或者吃东西的时候特别积极呢？可以留言告诉我哦。好啦，喜欢我们家的小可爱记得点关注，喜欢我们家的大可爱也要点关注哦，拜拜。